嘿，各位，我是贺龙。今天星期六，我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。今天在北流里面，会有将近数千人听一场有趣的演讲。我要为这些无聊的民众带来一点小惊喜。走吧。哎，能跟你拍照吗，伯恩？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兄弟。为什么？那你要跟这个拍吗？贺龙2022更有趣的单口喜剧，你好就好 ，coming soon， 怎么样？好，大家请踊跃支持贺龙的现场活动，更有趣哦，单口喜剧哦，对，即使我要缴税，还是更有趣。贺龙最棒。那你会来吗？我应该要来吧。你会来？我会来。哎，丹尼，哎，在这边干嘛？我今天来帮伯恩暖场的。帮伯恩暖场？对对对。你拿多少钱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太低了，真的太低了。那你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更高的暖场价格？有没有兴趣啊，丹尼？哦，开多少？300。美金。谁在？贺龙2022更有趣的单口喜剧。你好就好 ，Coming Soon 暖场主持人。我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如果有人说是什么伯恩的狗，我觉得这种狗，哦，娇生惯养，脚不落地，富丽堂皇。来来，尽量拍，尽量拍，先动 take 伯恩。哎 ，Hello， 你们怎么称呼？我叫伊吧。伊吧。玉珠。上班族吗？哎，对，上班族。高中生。高中生。嗯。高几？高二。你们今天花多少钱？1800。1800。1300。1300。2800吗？2800，看演讲。3200，你也是吗？对，一样的。你不会心痛吗？可是就是因为前面我坐在第一排呢。哇塞，你的可以换到 VVIP 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好，不管不管，被你 Q 到了哈。因为3200几乎可以看贺龙2022更有趣的单口喜剧，两次多。真的吗？他有去两次。OK， 一定到。一定到吗？一定到。好，打勾勾。打勾勾。有笼子的话我就去。笼子你就去。有。哇，我考虑一下。可以下半场吗？我考虑一下，因为笼子比较贵一点。笼子很可爱。哎、欸，可以哦、喔，好像可以哦、喔，可以哦。好，你说你会来吗？好，送你對對對，我一定会来，我一定会来，送你一个小礼物。这真的哦、喔，这不是看起来很破烂，没错，但是后面的 QR code 只要扫进去，然后买票，然后来看我的秀，可以到前台换今天的专属小礼物，没有问题，今日限定，可爱吧？可爱，你们好敷衍哦、喔，好尴尬，应该不能用吧？我们我一定用，你把这拿掉，我拿掉，一起指这个，一起指这个。贺龙2022，你们一起喊更有趣的单口喜剧，可以吗？那大家嗨起来哦！贺龙2022，更有趣的单口喜剧。啊，今天看到许多有趣的听众，你们会拿到这个我今年的专属狗狗纸，只要来看我的贺龙2022更有趣的单口喜剧，你好就好，拿这个纸就可以兑换专属礼物，来吧，你好就好。